来，这是大奶奶给你的，拿好了。多了多了，这是五根参的价钱。难得你月月给我送参。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我们家庶民啊，要是有你一半就好了。哎，小德子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徐中德。徐中德。好名字哎，是你父亲给你取的吗？不是，是我小时候在风雷镇舅舅家玩，何府堂何老爷给我取的名字。府堂给你取的名字，怎么看来我们还真有缘分呢。何老爷叫我用心读书，将来做个国家栋梁。有志气。好，有件事我想让你干，你干不干？奶奶尽管吩咐就是。我想让我们家妞妞跟着你学。阿乔，去把妞妞给叫来。是，夫人。那可不行，我自己的学问还差得远呢，怎么能给妞妞当老师？我们家妞妞啊，这几年跟着她父母在外面就学野掉了，我想让她跟你学，你只要教会她一件事情就好了。什么事？规矩。规矩？你别的不用教，就让她每天跟着你，让她看着你每天干啥就行。哦，妞妞啊，从今天起你就跟着徐中德学规矩。我不，我要我爹。你爹办完手头上的事儿会回来的，乖，听话。醒醒啊，福堂！福堂，醒醒啊！福堂，福堂，你醒醒啊！福堂，福堂，醒醒啊！福堂，福堂，幸亏你学了剑指。弄不地下掩体，不然咱们就完了。说啥？我说，幸亏你是学建筑的，弄了个地下掩体，不然的话，咱都完了。哥，这淮党的大营也可能被炸平了，就算王全宗活着，他娘的以后也没戏唱了。听得见吗？听得见吗？哥，你听得清说话吗？哥，咋都没了呢？咋啥都没了呢？老王，你帮我问问他，你帮我问问他。问啥？妞妞，我的妞妞呢？雷月，妞妞呢？我听到炮声，我没敢上山，我把妞妞送姐家了。
着吗？活着吗？活着，活着。这个隐森究竟想干什么？他临走的时候说，他不叫隐森，他叫魏正仙。魏正仙，司令，我看此人城府极深，这次去西安，他不会做出什么对咱们不利的事儿吧？一条小黄鱼，还能翻江倒海？他无非就是投奔欧阳荣、攀戴笠的高枝去了。魏正仙，我还真小瞧你了。知道复兴社在哪儿吗？啥？那电话局在哪儿？知道吗？啥？擦去，擦去。奔子走的时候给我留话了吗？一个字儿也没留。我们不回风雨镇了。不，广平呢？不。哎，老吴，你那还有多少钱？就剩这么多了。就剩这么多了？咱们这些年攒的钱就剩这些了？对啊。太疯了，就这么大点心啊！要是没有周琦这事儿，你以为你攒的那些钱够了？哥，你还想要多少钱？不多，500万大洋。嗯，500万？不现实，不现实，哥。500万大洋，我们要抢3个县城的银行都凑不够啊！你有什么计划？一条路，去上海。哥，这身衣服穿的真别扭。穿习惯就好了，就当戏服穿呗。漂亮。头发好看吗？哎，好看。老吴，我这身领吧。啊，行行行行，别在这嘚瑟。福堂。这身衣服再加上彩铃那头，咱那一半银票可就没了啊！不怕，人靠衣装，马靠鞍嘛。咱不还有查理呢吗？哎哥，你刚才给查理打电话，他怎么说的？咱大老远来也不过来接咱一趟。他在霞飞路的查尔斯公寓等咱们呢。哎，说来也奇怪啊，一到了上海，我就感觉自己清爽多了，跟在美国一样无拘无束。我就跟你不一样了。上海是我的伤心处啊，一到这地方我就没着没落。哎，跟我们说说你在上海都有些什么事儿。我啊，其实是无锡人，爹妈很早就死了，我14岁就到了上海，擦过皮鞋，卖过报纸，开过车，哎，什么苦都受。在上海杀过人没有？杀没杀过人？啊，待不下去了，就跑到了陕西去。逃犯，逃犯老吴。Tony， 哈 ，Tony，Tony， my buddy，how are you？ Hey， fine，thank you。伙计们，你好吗？好。
哎，你还没介绍，这是？啊，我的夫人朱彩玲。夫人？夫人？哎，你干嘛呀？哦，啊，我说，你太美丽了 ，Tony， 我什么时候能有你这样的运气？查理，你真是，哎，今天对不住了，二哥，太忙了，所以没有去车展接你们。Sorry。OK。别说别的，你是不是出事了，想跑？啊，一言难尽。哎，我有一个惊喜给你。哎，出来吧。你看，你看看。罗营长。No。叫我 Lawrence， 劳伦斯今非昔比。我现在是圣路易斯酒庄的董事长，通大银行的董事长，火烈鸟俱乐部的董事长。现在诸位都明白了吧？为什么我不回到王三春那儿？因为在上海 ，Charlie 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。所有人不要动，谁是劳伦斯？鄙人就是。你的圣路易斯酒庄涉嫌出售假酒，通大钱庄有重大资金漏洞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这误会吧？这肯定是误会啊！干什么？走。哎，你进去的话，我给你找最好的律师给你辩护。OK， 进去的时候别多说话，好吗？你放心。OK。啰嗦什么呢？ OK。我就问他是不是要还我的钱。别走。是是。走。走。走。哎，轻点。哎呀。See you。他是不是个替死鬼？你也知道他喜欢当法人，他又喜欢这些头衔，我。你把人家害死了。嘿。我会救他的，我会找最好的律师的。你自己都马上跑路了，你救谁？你能救谁？你钱呢？投资失败。还有你的人呢？全都跑光。查理，你可不能不够意思啊！我们大哥可是当年帮了你的。查理，我们现在可身无分文。Tony! Oh, shit. Damn it. Hey, yeah, 稀奇稀奇啊，严森，四川两大刘司令联合举荐你，面子不小啊。侯阳大哥，我哪有那么大的面子呀？我是求了两位司令好几次，他们才答应放我的。现在的行情与之前大不相同了，你也知道，老头子对四川那边尤其火大，在这个节骨眼上往我们复兴社送人，不得不让我们怀疑你们的动机啊！怀疑？哎呦，欧阳大哥，您这话说的让人有点心寒。您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您还推荐过我一本书，《我们的路》，还记得吗？那本书。我每个字儿不落的都看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是向往复兴社，想到您身边来效力，我错了吗？戴老板曾经给我起了个不太雅的外号，西西里猎犬。什么意思？老子就是光用鼻子闻，都能知道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。您用鼻子都能闻出真假。我的真心你就看不出来吗？小子，他果然是个硬种啊！我不是硬种，这只胳膊本来就是假的。我的本名叫魏正先，
当年是为了逃避仇家的追杀，跑到了四川。刘司令一直对我不薄。自从您救了我的命，我看到了您的为人，我的心就已经不在四川了。推荐信是假的，是我伪造的。今天您留我，就把我留下；要不留，就把我杀了。反正四川我是回不去了。魏正先，人才呀，你是。你这叫上梁抽梯呀，啊！你是不给你自己留后路，也不给我们留后路啊！啊！为了能进复兴社，我只能走这条路。咱们复兴社可不是庙会，嗯，生进死出一辈子的事，明白吗？我懂。最后问你一句，四川不好吗？刘翔不好吗？刘翔大哥，我说句实话，您信吗？当今之中国是大争之时，男儿应带吴钩，挥斥猛志即四方。可四川呢，是天府之国，实在是太安逸了，我真的不喜欢。哼，说的不错。每人一份波士顿龙虾，然后煎鳗鱼，鱼子酱要顶级的，然后要两份牛油芦笋汤，三份海鲜浓汤。要给这位女士和我焖猪鸡，要奶油浇汁的。给这位先生红酒烩鹅肝，配椰菜吧。这两位先生是西冷牛排两份，每人一份厨师沙拉。给这位女士一份芒果布丁，甜点 cheesecake。是，大份的。OK。好。先生，您看完了吗？没看完呢，给人家。不是没钱了吗？怎么还点这么贵的东西？兄弟们好不容易来一趟上海，还不能吃一顿上海的西餐？有钱没钱的不差这一顿。你要是钱花光了，我就没办法帮你，托尼。记住，这里是上海，不是陕西。查理，我现在急需用钱呢。上海谁最有名、最有钱呢？最有钱我不知道，但是最有名的有一个李兰泉李老板。什么样的人？他旗下有银行，有百货公司，有电影公司，有电影院，而且他在法租界，他是法中文化联合会的中方主席呢。哥，你不是要抢他吧？你疯了，我没疯。哎，这个李兰群先生什么时候能见见吗？Tony，你不会想来那套山里的土匪的把戏吧？没，我就是见见，就是见见。这个李兰泉，就连市长，也不是相见就能见的。不错，可以跟你，可以跟。这是，确实。哥，你还有钱吗？怎么了？你再给我点份回锅肉呗，我想吃回锅肉。是啊，哥，这牛排就没做熟，不好吃，我也吃不饱。我想要一份羊肉泡馍。对，福堂太难吃了，我想吃凉皮儿。你们要的这些东西，这里没有。这不上海吗？怎么要什么没什么呀？这里是
小点声，小点声。哎，岁岁平安，岁岁平安。风声，不好意思，打碎你个被子，一会儿陪你，顺便把账结一下，好吧？稍等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你，来人，你这牛排一口都没吃，真吃不下去是吧？你好，账单。查理，你们要学会吃这个东西。哎，你搞错了，怎么可能这么贵？您点的菜不贵，但是您刚才打碎的那个杯子特别贵。多少钱？293大洋这个杯子。啊？怎么这么多钱啊？我看一下。What？ 贵也不可能。290大洋，你叫你经理过来。不用叫了，这是奥地利生产的古董水晶杯，1756年生产的，一套6只，6只尺寸不一，1只碎了，6只全废。各位用餐愉快吧。那好，各位有事叫我。哥，你们这一天流水多少钱啊？我生气了。那我也生气了。我也生气了。问题是我也生气了。我们也生气了。你不必须要冷静，我很冷静。二位，你别让弟兄们等着，这是谁还不能那个，咱们我来教室好不好？二位 ，no， don't do anything， OK。Excuse me， 啊，经理是吧？对。二杯就是大洋。对。我要投诉。欢迎。OK， 你们老板叫什么？方明达先生。我不认识。老板的老板叫什么？赵平先生。我也不认识，他上面是谁？哦，李兰群先生。No。嗯，李兰群这样做，小你不可能。查理啊，对不起，你刚才说你老板是谁？李兰群。那我这 ，this is a misunderstanding， 这个一定是误会。你不，李兰群这样做生意，这 no way， 290 no way， 我不可能会交这个钱，好吗？你要不让你的老板来找查理啊，把钱给他。Tony， 把钱给他。这边请，请吧。哥，嗯，吧台的流水够咱们吃半年的。从上到下有20个人，门口没有巡捕，随时可以动手。这家餐厅也有后门。我生气了，动手吧。怎么走？走啊！下次再来。组长，非常事业，只有非常的人才才能去胜任。郑先啊，这次送你到南京去特训，机会十分难得，可是又很残酷啊，所以你要给我打起12分精神来，不能给我们徐北局丢脸呐。组长放心，再苦我也能坚持。大不了我再丢掉一只手。我说的不是身体上的，是这里。一年的时间，你要学会和掌握很多东西，什么密码研究、邮电检查术、爆破学、谍报学、心理学、毒药学、无线电学，
你还得学会几门外语，英语、日语、俄语。怎么着，怕了？组长，我会害怕吗？您放心，如果我不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核，在南京我就自裁。好啊，我的人呢，就得要这股狠劲儿。回去好好收拾收拾，明天我亲自送你去车站。是。报社的名字得换一换，不响亮。那你想找什么其他的名字 ？TNT。TNT 什么意思啊？爆炸。That's a good name， 好名字。Good。一个星期之内，我们要让 TNT 报在上海起死回生，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中。F 他，干报社挣得了大钱吗？干报社不为挣钱，但是他能完成钱完不成的任务。报纸一副刊，各种消息源源不断送来，在上海，信息比金钱重要。福堂，办报社，还有印刷厂都需要启动资金，我现在身上一分钱都没有。找他要。查理，喂 ，Tony， 我以圣母圣灵的名义发誓，我真的。我也一分钱都没有了。我没说钱的事儿，我说李兰群的事儿呢。你再详细给大家讲一讲。从明天开始，24小时蹲守李兰群，我就不信在他身上扒不出东西来。干活吧，弟兄们。李兰群的群里银行。是上海最大的私人银行之一，吸收和运转全世界的资金。这座百货大楼有15年的历史，之前的老板是法国人。李兰群有2艘货轮和他交换所得。李兰群的住址是个谜。至今不知道他和太太还有儿子的家在哪里，他的身边戒备森严，几个可能是李兰群的家的地方都会有帮会的兄弟把守，外人不得进入。不是，我就从你这绕过去，好吗？行个方便，大哥。李小姐，您来了，哈，来来来，小姐，所有现场我都布置好了，可以说是非常漂亮。李兰群正投资拍摄一部电影《痴情儿女》，女主角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刘丁。哎，过来过来，好好好，哎，快点快点。呢，我跟福堂在片场盯了柳丁3天。你的意思是他们俩？这个要是真的算新闻？爆炸新闻？咱们有钱。
看来他们两个是亲人关系。有人说他的老婆孩子在法国，现在看来应该是事实了。那这个公寓一定是李兰群给柳丁买下的，作为两个人的爱巢。大老板，大明星，有点意思。哥，大上海真好。你看李兰群那公寓，他得多有钱啊？是吗？也许有一天你也能住上。什么事情啊？必须得见我，跟阿福不能说吗？哦，李老板，不好意思打扰啊，有一点重要的事，可能是要当面跟您说。你们是记者是吧？啊，是。好，坐吧，坐吧，坐吧。你们哪个报社的？在下是 TNT 报社的社长托尼，这是我们的总编辑吴先生，那位是我们的首席记者 Block。TNT 报，阿福，知道吗？我们以前是商务时报，后来扩充了经营。商务报。啊，什么事情？直说吧。是这样，李老板，今天我们接到一个新闻爆料，跟您有关系，想请您过目一下。你们怎么得到这些东西啊？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，对爆料者的身份绝对保密。是这样，李老板，考虑到您是上海滩的头面人物，身份特殊，恐怕给您的声誉造成影响，所以今天特意上门叨扰，想让您给个周全。这消息报呢还是不报？阿福，去把小姐请来。这个，兰群，怎么了？来来来来来，看看小报记者给咱们俩拍的，拍的还不错啊。没错，是我们俩，我们俩在一起有好几年了，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问题。哎呀，这种东西啊，我也害怕，所以这些年我们一直做事都是谨慎小心的，可还是逃不过你们这些小报记者。别来虚的了，是要钱是吧？李先生，您要这样说的话，让我们就无地自容了。我们这次呢，是有人报上来向您核实一下，仅此而已。作为我们新闻机构，还有一个向大众的知情权。不用解释那么多了，这种东西啊，肯定不能发。哎，你们是不是独家？目前暂时是。开讲。是这样，李先生，我有几个担心。第一个担心就是已经排好的版，如果删除的话，可能各部分，都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。啊，第二个担心是，如果今天这个报纸不出的话，那可能就要荒废一日。第三个担心是，有人爆料了，我们报社作为一个信誉机构吧，这样会对我们的信誉有所损失。反正诸多担心吧。托尼先生。你说了这么多，不就是想多要点钱吗？好啊，我觉得没问题，只要你不发消息，我说的是彻底不发，
在你这儿就断了根儿。那你的那三个担心，我一个给1万，一共3万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刘小姐，哎，我觉得柳小姐有点瞧不起我们这几个人，您看错了。我要这个数，30万。兄弟，要不然我给你300万？我看你们啊，真是不想活了。我要的是300大洋。那你倒说说，你这300大洋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刘小姐、李先生误解我们了。其实今天来，有另外一件事情跟您说一下。前几天，我们几位去您旗下的天使西餐厅吃饭，那我这位兄弟不小心打碎了您一个水晶杯子，他们说是奥地利产的，要了我们300大洋，我们就给了，而且差点动枪。您觉得这事儿合适吗？有这种事啊？叫什么餐厅啊？天使西餐厅。阿福，咱们有这个餐厅吗？阿彪，有。老板，我们上海有12间分店，南京有6间分店。托尼先生，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赵平的那间？对，就是赵平那间。有没有他们电话？打个电话问一下。是。喂，是天使西餐厅吗？对，我是阿彪。我问一下，前两天是不是有几个人来我们这儿吃饭，不小心打碎了一个杯子，你们要了人家300块大洋？啊，好，等一下。老板，已经核实过了，确实有这么回事。电话挂了吗？还没有。来来来来来，索尼，电话里我让他们给你道歉。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只是你不能这样对待顾客，得给李老板抹灰啊。您不能只对我这样啊，您对其他顾客也应该这样，好吧？下不为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企业也多，人也多，疏于管教了。但是呢，今天这300大洋啊，确实表达不了我的歉意。托尼，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，我一定满足你。李老板是这样，我们今天来其实就是要个说法。啊，您这么做我们已经很敬佩了。其他也没什么事儿，就不打扰您了，我们就告辞了。慢点。安全啊，在上海滩我还真是没见过这样的记者。今天的事儿就算我们交个朋友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，找蓝泉也可以。这样吧，我给您留个电话。阿福。哎，小姐，是咱们家的吗？嗯，